运行，你看。你不要小看啊，刚才厉害的啊，能进到前八很厉害的啊。那个小孩子输了，那个黑人输了，是那个很厉害的输了，是吗？十岁冠军哦，厉害，是吧？加拿大冠军，是这个也厉害，就是我知道，这原来是2500的，对啊，这你之前说什么？他那个是基本功，他基本功。后面两个，看好像这看的是下半身。他经验多。他打。这个蛮厉害的。对。这个女的，别急，没事儿。想那个，他们要的是，他们是老了。这个女的多大？三十三。